么像恐龙？因为恐龙是转头的、啊。转头的。可是你躲起来了。要不要？你试试看看。你要进去。进去哪里？进去被子。这里是人口。找我，我在哪里呢？三个洞。哪里？那里。好，我把它用上。谢谢你告诉我。这个是我们房子的后面。